该只是如千大千的人渐渐等，耶稣都开始教导本家台湾多人。最先头，耶稣对家学生讲：“你调查爱小心对法利赛人，因为个调查抢按错的人，其实个调查按坏的人。法利赛人就系抢做饼的去教训，犯了一滴。”叫麦龙中饼变胖起来，我讲你滴，莫有一天坏事，叫加一下，加空一下哎。准备有一年未谈开来，龙中事情你细细想，加空空等讲半年滴哎。有一年未爆出来，加未半龙中人谈到，对你调查龙中阿片有加，我讲你滴。你莫讲对人要抢十四年半新日子啊，过后竟要灭马爱对你啊！你下爱讲你的，你爱讲对万人，你就系爱讲上帝。上帝每单抢要十四年半新日子，但系你就肯想你落天肉度，真实爱讲你的，你就系爱讲上帝。你去看给我别掉。人家没五折我别让用顿钱盒子按摩价钱。反了盒样摩有一折我别本上帝天兵盒子。你高冲要比给按多我别掉。连你条那当的摩上帝都很低就给多条。所以你调查摩讲。爱讲你的。每家人爱是人爱错人界面前呢，爱上帝派来人，也不是人己错上帝的天使的面前。但是每家人不是人爱错人界面前呢，爱也不是人己错上帝的天使的面前。各位每家人讲坏爱上帝派来的人呢，己很晓得到原谅，但是。每家人讲坏上帝的灵魂呢，佮唔晓得到原谅。喺讲你顶多做，佮顶带去耶稣的教会会堂上，也是政府佮太立人的面前。佮只是你唔是受佮唔是惊，爱用病来讲白帮你切噶。人比佮只是上帝的灵魂，袂教你用病恩而丢啥。大家都按多年，有一三年对耶稣讲：“先生，讲阿哥弟啊，我台湾老人病吃的新家，喊起发抖不挨。”但是耶稣恩给责任，兄弟，慢人抖挨，做隔日抖啥发新家的人呢？过后耶稣反对其抖啥讲：“你抖啥爱好好，隔爱小心，莫按贪心。”人比犯了一家人就按多钱，加生命没意思，加钱才合适。过后耶稣讲一条比喻，本记到沙滩，有一家按有钱的人，大家内行出有掉到出事，本记。过后二家人错加心肝肚都清醒，我出事有掉到。但是我故障不够表我俩隆重出事的厉害我爱用变做的呢啊我爹我爱擦黑我故障过的是过台的我隆重出事和我隆重前财我不用求落去这只是我都听的呢人比我顿起的故和我顿起的前财年大年都用不求爱晓天天坐定来息，休息甲欢欢喜喜诶。但系上帝对佢讲：，你出兴阿人，见不家爱都爱减吃人命，你顿多一钱财，就嘛爱知事呐。结果都半撇人得去，出系抢阿娘，系工人抢留钱财错时机行，但系无留钱财错天堂行。其实，在上帝的面前，按样的人就是按巧的人。